It's Razor Pop La! First, she appeared in Alex Duderwe's music video, 不久. Then, in Richie 任贤齐's 那一年这一天. Also in Wang Lihong's 第一个清晨. And now, sex goddess Shu Qi lends her sizzling screen presence to Eddie Peng Yu Yan's new music video, 非爱不可. So how did he manage to get Shu Qi to be his co-star? Is it true that she lost a bet to him? 这是也算是一个玩笑，也算是一个真的，因为我们私底下自己也有打羽毛球，然后吃饭，那也是好朋友。那公司也想说，讨论说啊，拍个 MV， 然后 MV 女主角要找谁，然后就想说，我朋友之间，然后要有一个非爱不可的这个女神嘛，那我就想说只有舒淇，国际影后看看她愿不愿意帮我加持。然后打给他问他，因为我想可能他很忙，因为他真的每戏一步一步拍嘛，那也就在香港内地，我觉得他应该不太可能，那我就问了一下，结果他就说好吧，反正他打球也输了这样，那我就觉得很开心，谢谢他帮我这个让我的第一首这个舞曲第一首征战歌坛的歌能够让我有一个定心丸，这样非常非常谢谢他。这样他也是对大家的心目中女神，也是我的心目中女神，但是可能会给人距离，很有距离感，然后也很遥远很神秘，但我必须要讲，其实他更吸引人的部分是他的内在美，然后他的演技，跟他工作上的演技，认真态度更不用说，但我觉得他对他的朋友，对周遭的人都是非常的非常的亲和，那这是我比较觉得，就是很少艺人啊，在像这样的国际巨星的位置，可能有距离感，但是他不让我这样觉得，他觉得他就是很 down to earth 去做很多事情这样。